的哦。你就动不了，等下招式就在那边玩。为什么我按 P 啊，砸不到下重二技能？那个丐帮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，就是一直喝酒。你就喝到看你要喝，看你能不能跌到就是九分多钟。我之前看过一只丐帮从头到尾都在喝酒，然后那跌到九分多钟的酒中间，不知道是跌什么鬼。哦，对了，长剑要加强哦。阿孔，重限技，古虫限制。古虫限制，炸虫。要准备了吗？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我还在拉自己。那个状态上一轮哦，我还没有看到秀气，我的秀气去哪里了？安安秀气呢？秀气呢？你的秀气呢？小雅，他应该在找吧。哦，七秀的奶更简单了。对。我会玩的。常见的香没影香啊，没影香。叫香啊，没影香了、啊。你好香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帮七秀来玩那个啦，剑三千口啦。就我们上次讲那个游戏，超好玩的。哎、欸，谁开了？没有错，谁开了就对啊。真的很好，你的很好。这么冲动。那看到大家很慌的在找自己的孽缘在哪里，就觉得很好笑。八四，不是吧？是我吧？我刚刚是看到常见直接冲上去了，我拉常见哦，我拉常见哦。可以了，没影箱不会，没影箱不会那个。我按到 Q 啊 ，Q 你妹啊！没有啊，因为 Q 比较好按，我就按，我就顺利按 Q 的，不好意思，记得不要按 Q 咯。Q 的话是我玩都市特工才会用到的。对啊，就是。体悟心灵祥和，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开那个喽，我开团队确认喽。好的，把它点掉。我的菜呢？你的菜吗？感觉很好玩哦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各自站好位置，要准备开了哦。来，我要倒数喽。那个准备好了，都站好位置吗 ？OK 啦，开始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吧。哎，这里人。为什么不把第三队的喵拉去第一队？那个，等我等下再用。我觉得这个血线让我看得有点慌啊，不是我在讲。干拉到千叠！哦，我第一次是破一万了，好爽！好爽哟！不要吵，拉到千叠啦！近战有点，来注意一下那个位置哦。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哦，我们的捕食死掉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的妈！我可以单奶啊！你确定吗？好，我就让你单奶。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网都突破不了，这样完全不会有任何黑 CD 的问题啊！因为根本就打不过你啦。
准备了哦，在一秒钟傻瓜要出了。来换我们温馨曲哦，注意一下，我下顶了。然后我看到那个长剑不知道在干嘛啦。不是我哦，是大风车了吧？风车呢？拉吐了吗？拉吐了吗？还是要继续打？可以再等一下。啊，拉吐拉吐拉吐！这什么多人刚好打啦？不行啦，还有50%。如果说剩30%的话，还可以打一下。哎，我抓到我，这是我看到长剑一直冲，用虎跑冲上去叠层数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太爽了！啊，我有5000的 GPS 耶。哎，那你真的很厉害耶。我跟你说那个